好了。这个料是你们自己调的是吗？是啊，平常要这样，这么多毛，看出来效果也很。没关系，我等下把这个视频发给他们看一下。啊？他意思是，你一个人去。他让你去学灌胶机，然后去教他们。一个人，两个人要多花点钱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想的。这个速度还可以调快一点啊。差不多这样子够了啊，不需要太快哦。不是不需要，是不能嘛。因为你弄太快的话，断断续续的。因为气压要调那么大，它正好又那么小，能调快了料没？学会调料了吗？啊，当然会了。就是不知道怎么变颜色啊，什么颜色加什么颜色。好啊。怎么出来了？多少米啊？二十多米。暂停一下。应该要换大一点的镜头会比较好一点啊。你大一点的话，那气压要调小的嘛。要调小了不是，然后要调啊，不是很稳定的。然后做出来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么多，你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啊？好，就这样吧，我烤吧。哇，这个就清楚了。